水泥车，真正足辛苦的吼。大家拢调好啊吼。啊，我先甲大家介绍，我是住喺万里房的诶玉玉。我即马是伫台北咧做头路，是因为四月份的时阵看到陈清海大哥，那会讲有万里人去台北绝食抗议，才知影讲我的故乡发生这个代志，咱风车要来查阮万里的海岸，才知影讲我即马一定爱甲咱的乡亲啊做伙。我得请假，然后回来万里甲遮的乡亲。啊，为什么今仔伊会想讲要来招这个妇女的歌唱班，是有一个原因吼？阿姨，恁无要紧，恁着看卖啊，关家吼，恁着照恁以早排的迄个样式就好啊吼。啊，大家莫紧张，无要紧，咱缓缓来，咱着是要唱出咱的心声吼。所以大家吼，莫紧张。这阿姨吼，今仔是因第一遍上台，唱出伊的心声，所以大家吼其实拢足紧张的。等下吼要叫伊甲伊，要甲大家分享因的心声吼，大家揢着麦克，看到这支吼，就惊甲皮皮喘。所以吼，等下吼大家在讲在唱的时阵，大家就欢欢听。啊吼，有一个故事嘛，甲大家分享。为什么吼，我回来湾里会想讲要来招遮个阿姨、遮个阿姆、遮个妈妈做一个歌唱班？是伫四月二十七号的时阵，阮伫湾里港啊遐抗议的时阵，迄当阵啊，阮坐伫遐静坐抗议，结果警察用手铐甲我铐起来，然后用钢的四个警察甲我钢起来。迄当阵啊，我感觉讲。为什么阮会遮尼啊？我喊天喊地，拢无人会用甲阮斗相共。其实心内足惊吓的。啊，毋过后壁有一个声音，是秀兰阿姨。秀兰阿姨，你甲大家挥手一下。是后壁一个秀兰阿姨，伊伫后壁一直甲我叫，伊讲：警察先生啊，你莫遐尼啊出来啦，迄手拢要互你拗断啊，你莫遐尼啊出来。我恐靠手铐，啊，警察安尼甲我跟，我一直听到后壁一个妈妈的声音，一直甲我喊，我感觉迄互我这个过程袂遐尼啊惊吓，我就想讲，咱妇女队，咱的妈妈应该组一个歌唱班，咱用咱的歌声，互咱家己力量，啊，有嘛用啊用歌声去鼓舞这个抗争这条路的人，所以啊，我感觉大家足无简单嘞，阮就讲要组歌唱班，阮改编了两条歌曲。这个过程我完全没有说要改哪一个歌词哪一字句，全部都是由上面的阿姨们他们自己集体讨论出来，改编了两首歌，一首叫做风吹风吹，另外一首是抗争这条路。我感觉这对这阿姨就拢就无简单的，让大家都给这阿姨一个鼓励好不好？大家吼手会摕着这个红色的这个单，这个歌词就是等下吼来用的，甲咱做伙唱。这拢是面顶的阿姨因家己改编的，伊甲因的空间的心声，佮有甲因对樱花味的不满，甲对湾里这个土地的感情，拢写伫这个歌词内底。所以咱等下吼特别来唱这两条歌，啊，希望大家也会晓唱吼，咱来对做伙唱安尼。好，大家准备好啊吼。Yeah.
这个空间这八个月的心声甲伊的感觉。吼，是阮一个，阮遮的妇女队有三个字，阮有万里港啊，啊，搁有出水啊，四平里，啊，搁有咱海口的迄妈妈，啊，搁有我这个房的吼，阮有四个字的妇女组成的，啊，今仔日要来讲吼，是含甲我同款拢互起诉的万里港的一个玉贤阿姨，啊，互伊来甲大家讲话一下。大家好，啊，我自我介绍，我是叫做李玉贤。啊，想到这个空间吼，到即阵真正是讲，要讲吼，真正是，人讲话若讲透支，目屎飞袂离。阮今仔即阵妇女，阮就是吼，无法度用嘴来表达这个心声，所以阮来写一条风吹风吹一条歌，代表阮对这个烟花会，对这个政府，满腹的怒火，甲这个不平。所以，这就是我们表达的心声，吼、哦。啊，过去我就是讲，这个政府，咱即满到底是安怎？是无政府啊，是无？啊，无是安怎？安尼，咱明明这个土地是咱的，咱的祖先伫遮，一代过一代，一代传过一代，咱拢是住伫这个土地。为什么？这个烟花会，这个傲霸，这个霸道。要来占咱这个土地，政府，这官员看阮安尼咧红脸，阮来抗争，竟然无一个出面来替阮一阵，真个无做诶老百姓，若出一点啦，一点，我是感觉真正对阮足不平诶，我嘛感觉足悲哀、足痛苦诶，为什么？咱会过到真个痛苦着，每天就是为着抗争。我即马做个声音，自从四月二日放掠，到即阵声音就是拢无法度恢复。到即阵，有时阵若暗时伫咧睏，睏到半暝精神起来，就是一直想，有时阵阁会着错啊，风车来啊。啊，咱即摆要搁来抗争啊，要搁互掠啊！因为，逐摆若是抗争的时阵，警察拢是比人民较济，安尼甲掠，伊要无将阮当作是人伫咧看待，将阮当作那是死猪死狗伫咧拖，阮安尼互拖到呢，真正讲，阮毋知要向什么人讲。刷来去，这段日子唔知是要过偌久，所以我甲遮个咱个乡亲好友，告诉讲，以后伊若是讲愿要来做，咱大家嘛是爱搁坚持，爱搁团结，大家勇敢站出来，我相信这是咱万里人个力量。咱只要是咱坚持，咱团结，我相信。成功就离咱无外远，咱接近成功的路就愈来愈近，这就是咱所要爱的结果。恁讲对唔对？对。多谢，以上就到这。谢谢大家哟，谢谢玉贤阿姨。我拄仔伫后边吼，你看这阿姨拢已经哭甲。要叫伊也卖困吼，手拢会皮皮搓，唔知影要安怎讲阮的心声啦。无，咱用唱的好不好？唱咱的心声吼，空间这条路，好不好？吼，啊，等下啊，咱吼，爱搁甲咱的心声讲出来哦，吼，大家准备好吼。啊，接下来第二首吼，啊，叶妈妈，大家拢在好啊，还是？吼，阮爱坚强吼，阮用阮的温柔的歌声唱出阮的坚持安尼吼。啊，第二条歌是《抗争这条路》，咱吼嘛是真唔愿行到抗争这条路，对无？啊，毋是讲风车要插来阮的家乡吼，阮的海岸吼，阮嘛无法度，嘛袂讲来行来抗争这条路，所以这条歌就是写咱的心声，是改编迄全国官场工人抗争这条路，内底歌改做有迄风车的歌词，啊会晓唱的吼，就甲咱做伙唱，哈。
莫惊遐，咱抗战这条路吼，咱着手牵手继续行落去吼。咱多谢就是现场大家来听阮的歌声，啊，搁有一个阿姨是出水啊的阿姨，嘛要甲大家讲伊的心声吼。抗争其实我们也不愿意，可是如果你听到我以下分享的一件知识，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抗争。我国小一年级的女儿，在我每次要去抗争的时候，她都会跟我讲一句话：妈妈，你一定要跟英华威的人讲，为什么他的风车可以不经过我们的同意，没有跟我们协商之下，就盖在距离我们那么近的地方？难道他不知道这风车盖了之后会影响我们有多大吗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坚持抗争？那在我们抗争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每次也不是说硬要跟警察扭在那边，而是我们有我们的坚持。那警察其实他有他的困难，我们每次抗争被抓出去的时候，隔天我们的手都是淤血，脚也都是淤血，真的是很痛。不只是身体的痛，其实我们的心更痛。在有一次抗争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学生来相挺，我们被抓到最外面。我想说奇怪，这个女生她为什么一直在哭？是不是因为很难过 她的手受伤了？结果不是，我过去问她，我说你不要难过，我帮你看一下手是不是哪里受伤了。她说阿姨，不是我手受伤，而是我不理解我们的警察大人为什么要这么粗暴地对待我们的居民。在这个时候她竟然还是想着我们，那我们的居民呢？我们院里证明呢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大家全部站出来，来抵抗英华威？在我坚持要这抗争的时候，其实我在五月初曾经打电话到县民专线去，我拨了1999，我也鼓励各位阿姨打1999。其实我打去的时候，我们地方父母官应该是说，他是说去考察啦，可是因为我问他的秘书，我说请问一下，我们院里镇算是台中市民还是苗栗县民？他讲了台中两个字，这句话我真的没办法接受，一个秘书他竟然会认为我们是台中市民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问他，我说我的反映的心声是，我们风车是不是可以暂停施工？他跟我说，其实我们地方父母官一直都很坚持的要帮你们。那他现在出国考察也是为了要我们苗栗县的发展。那我问他，苗栗县的发展还有发展吗？如果我们的院里证明都没有了身体健康之后，我们的发展从何而来？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其实我们还是很关心你们的，所以我觉得说在都没有人挺我民主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就是我们人民，我们要自己做主，一切靠我们自己来。所以抗争这条路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，也请外地来的这些朋友支持我们走掉抗争这条路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那呢，妇女可以更大一个掌声，欢迎加油。咱大家好，咱大家最后都画一个口号，好不好？好，万里爱团结，万里爱团结，坚持拼到底，坚持拼到底，万里爱团结，万里爱团结，坚持拼到底，坚持拼到底。好，谢谢各位朋友，谢谢妇女歌唱队。谢谢，我相信大家听了拢真感动的吼，从一路来八个外话，大概我的目屎拢是真的，因为真正啊，嘛唔知要哪讲，因为今仔搁落去，明仔咱随时嘛是爱备战，所以上重要嘛是一股团结。
不会啊，因为那个我传奇。好，那谢谢。